我要看时间，我不会，因为我常常会有时候我会很奇怪，我也希望就是跟这边的，如果我当评审，我一定要需要看完所有电影，我不是假的，那我没有这个时间，我不会做的。在外国的很多很多影展也请过我，但是我没有时间在那边待大概10天20天，那我就不愿意做。如果我要内地，我要做的，我一定要从头开始，我要了解到底他们的评审是怎么样，他们到底是什么方法。我愿意做的话，我就会花时间。就是有时候会觉得，我现在都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，如果要做一件事情，责任一定要在那里。所以不管哪一个地方，只要他请我，我有那个时间，我真的会做。这样，因为评审是学了很多很多东西，可以透过不同的电影，然后学习到不同的演出，而且不同拍戏的方法。我最近投了一部，可能因为有致青春的那个，大家以为我那个，其实那个时间点真的有点，我们拍了一部叫《初恋未满》，也会在上海电影节出现，希望大家支持。